世间人心陷入浮华如梦，我平息终是一场空。一副愁面带笑容，其实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 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成雄？浪奔天涯，情仇爱恨一剑争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往事戎马，逐浪飞花，踏凌霄舞黄沙。云消雨霁，夜水中花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 九曲古刹，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 天涯，情仇爱恨一剑争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往事戎马，逐浪飞花，踏凌霄舞黄沙。多少雨季，夜水中花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酒旗不沾，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 与你对坐饮茶。先前和范坚对决时，便因修为不够，险些让他逃脱。此次待我找齐11种炼器材料，便能炼制11种属性的尊器飞剑。届时，鸿蒙弑神剑诀必将威力大增。算算10日，距离下次极品芥子时空宝塔开启还剩20日。无论多难，我也要登上宝塔。 怎么办？要是谭师兄回来，可是死路一条啊！谭师兄，您回来干嘛？大牛，发生火事了！快趁着没人，赶紧躲起来吧！到底怎么了？您是不是把内门执法长老的独子给宰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就在昨夜，执法弟子根据您残留在秋麒麟尸体上的气息，依靠绣魂兽确定了您的巫舍，首席大法雷霆让您回来后立即前往冰清仙山。如此，我便去会会邱永明。甚至是偷偷让我告诉您，来者不善，让您赶紧躲起来。躲得了一时，躲不过一世。 此事对错尚未盖棺定论，我要是躲了，便意味着我认下了这罪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弟子谭云求见首席。 执法长老滥杀无辜可不好吧？滥杀无辜？那你杀死我儿时，可有想过手下留情？沈清风。 竟敢妨碍本长老执法！邱有明，这是在我丹麦。若谭云真的无故杀了邱麒麟，老朽绝不袒护。你，邱长老，事情还未水落石出，你就出手，是不是有些不把我丹麦放在眼里了？哼，很好。哼，本长老便依法询问谭云。 说，为何杀邱麒麟？回禀执法长老，弟子前往皇甫坊城时，邱麒麟对弟子先是羞辱，而后敲诈，于是弟子便说要把此事禀告给宗门高层，请他们主持公道。你居然诱使我而出手，卑鄙！此事本就可大可小，可贵公子却意图杀人灭口，弟子只能逃离坊城，却被他带人追上。 弟子出于自保，只能……唉，若您不信，弟子这就把记忆影像凝聚出来，让您仔细瞧瞧弟子杀死他们的过程。你，求兄莫慌，老朽这里有一魂石，可让凝聚的记忆更加清晰。若有差错，求兄还可向高层上诉啊！不必。 本长老信你便是。多谢执法长老信任。够了！哼！哼！好小子！很好笑吗？本首席送你一句话：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就别和莽夫一样，那样你活不久。 多谢首席教诲，明清首席，灵药准备好了吗？三长老，不是还有5日时间吗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敢。桂溪冰兰、幽魂阴石莲、至炎灵草，属下还未找到。不过，唐首席病危昏迷至今，照此下去，最多还能活半年。 而你，居然说没有找到！啊，属下虽未找到这3种灵药，但却找到了可以替换的灵药。还魂尊丹丹方可是祖师爷传下的，若真有替代的灵药，祖师爷难道还不知道？无知匹夫！三长老息怒。 属下并未对祖师爷不敬，炼丹意图博大精深，亿万种灵药，药性雷同甚至接近者，只要丹术造诣够深，皆可信手拈来，取而代之。何来务必用合灵药之说？这是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啊！那你倒是说说，替换的灵药是哪3种？此法是属下师父所赐，未经允许，属下不能告诉您。 沈素冰，你觉得这样的理由能开罪吗？属下所言句句属实。炼制一炉还魂尊丹要耗时5个月，5个月后你就亲自带着丹药前往仙门丹脉，届时若无还魂尊丹，你死路一条。